礼仪大设计师重整空间格局，擘画宽敞动线，融合屋主喜好与需求，打造简约时尚的现代宅邸。玄关以温暖大底基调预告温馨居家氛围，铁建层板搭配灯光，增加入门视觉焦点。侧墙利用石材层板围做穿鞋区，并以异彩拼接营造视觉层次。公领域天花板透过灰白跳色凸显弧形设计语汇，电视墙以仿古面木化石铺陈，搭配日本壁纸细腻展现质感品味。主卧完美融合深浅灰色，营造现代极简舒压气息。床头隔屏连接墙面设计，微缩空间安定感。女儿房书桌巧妙结合收纳展示机能，设计感十足，成为空间亮点。礼仪达设计师结合美学与机能，透过材质打造日常享宴，精心实现屋主的理想生活蓝图。